啥呀？我是鱼豆，说个大事儿，僵尸要开会了。我开个会，你喊什么？来，大家到美人家前院集合。为什么在我家集合呀？因为你家大呗。你看看咱们五个人里，谁家有这么大院子呀？行行行，用吧用吧，快开会吧，僵尸，又有什么不重要的事要跟我们说啦？咱们联机进到这个时候啊，是不是该分分组呢？行，你说咋分？我和学长。对，咱俩就一直联盟。和反派。男人帮重聚了吧？和美人一组。哎妈呀，咋还带上我呢？哎，等会儿啥意思？这咋分的组啊？孤立你呗，这都看不出来。不到了，不到了啊！咱们现在开始得那个进行一个资源分配啊，分分土地啊，怎么样？那个我家没土地，我也没有，我也加一。行，那就分九十美人家的地来动手。哎，流氓头子，你们都给我住手，干嘛呢？打劫呀、啊！哎，宝宝蛋，我来美人，你相信我？我才不信你们有鸡腿呢！一群骗子，都离我家远点。哎呦我，每人一个人打他们三个，哈哈，你们打吧。每人有这么多蔬菜都在地上，都这么摆着，我怎么突然有点管不住我这双小手了呢？哎呀，只是咱们明天晚上去打龙吧，你就明天夜里咱们就去。哎呀，我都没心肉附魔，这么穷还要打龙？豆姐给我几根丝线呗。行，给你两根，你去做工吧。好的好的，给你一把金斧子。哎呀，美人，你学坏了，你这金斧子就剩这么一点点的耐久了，红色都要看不见了。不过吧，我的丝线本来也是要打算送给你的，原谅你这次骗我了，嘿嘿。好了好了，小可爱们，我要准备东西了，还得打龙呢。喜欢鱼豆姐姐的加速连击，记得点上关注哟，爱你么么啾。